你是个男人，赚钱是你唯一的出路。即使没有清晨熬好的粥，也没有灯火通明的家，你也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生如蝼蚁，当有鸿鹄之志；宁随薄纸，应有不屈之心。欲要成功，必有其梦；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。你是个男人，赚钱是你唯一的出路。即使没有清晨熬好的粥，也没有灯火通明的家，你也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生如蝼蚁，当有鸿鹄之志；宁随薄纸，应有不屈之心。欲要成功，必有其梦；欲戴王冠，必承其重。